如何让一次赚超过五成，才是真正改变的开始。短期投资者经常会在股价出现小涨时急于出场，或者在市场震荡时选择退出，追求较小的获利，例如 5% 或 10%。 而当股价大幅上涨时，他们却可能因为害怕追高或无法及时入场而错失了长期趋势的机会。成功的投资者会着眼于趋势方向，一旦趋势确立，他们不会轻易改变策略。当他们能够正确把握趋势，就有机会在一波行情中实现可观的获利，甚至达到五成或翻倍的水平。这种方法可以真正改变投资人的财富，开启一段成功的股市投资之旅。短线操作可能带来一次次小胜，同时也伴随着一次次小败。这种策略或许看似聪明，却无大智慧，赚小钱但难成大事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